现在来教各位怎么样很快速的将我们320的外帐收折好。那首先把布拉下来之后呢，最好是在一个地布上面操作了，避免刮伤、踩到、弄破。那我们第一个先找屋顶，哦，屋顶很简单，它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十字的缝线、缝边哈。那我们开始操作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抓到屋顶之后，哦，这个缝线我们屋顶一手抓着正中间，一手抓着我们这一端，好，哦，甩开来，然后我们这个缝线的另一端，甩开来之后呢，它就变成是左边、右边，哦，很明显就是都把它延展开来，然后把它对折，这屋顶对折之后呢，将这一头甩过来。